关怀身边的长辈，培养新生爱、真信及感恩前辈的贡献，塑造和谐社会。安心卫馆非常重视家庭的教养，从小关注爱人接你的接物的礼仪，不仅是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变得有序有章可循，同时也使人与人在交往更亲和而立，变得而亦进而